你放心吃行了。哎呀，你看他还疼，他这、啊、怎么还疼、啊？哥，你这没理解到位呀、啊，这啊，什么怎么事？哎，你忘了他前两天逛商场的时候、哎、看一个包，在那个橱窗面前看了很久，那里面两个包呢。哦、啊，你知道吧？我懂了，等我啊，等我啊。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别这么远的地方，我跟你说，你以后想要什么，你直接跟我说。你这狗是虚的，干嘛？你看看，快看看，你看，不是他会生病，没法去商场看，我就打印出来了，在家就。多高兴！你了解，还得是你。当我调换了王美丽的彩票，让她以为中奖了。不是，你干啥？你还真能中了？啊？中了？哦，是吗？我真中了，真的！我还真的，我真的！我给你哥打电话。哎，不是，你给他打电话干嘛？不是，那喂，我中了。啊，中什么？我中彩票了！这1000多万呢！哎、先不跟你多说了，就是你现在就辞职，哎，不是，回来我养你，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真的假的？你确定了？不是，养你了。好，行了，你辞职，你快回来。来吧，有什么愿望尽管提啊！你借我50，我打车去领奖去。不是那个，你那是葡萄，你先给我报了吧。哎，不是，没奖才能报呀。那你不用去了。妈，还没开奖呢。我这，外女儿，不是，这是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完了，怎么了？你哥，完了，这不是，你离职了吗？啊，我这不在办呢，你等会儿，哎，麻烦你快点。不是，我刚刚跟你开玩笑的。啊？那个，你这人咋还就开不起玩笑，还当真了呢？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啊！我错，我都交了，我这不是我台上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哥在家里的家庭地位。快行，快行。不是，你就让他给你换一个。啊，要不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吧？我们不用换了，里边走。啊，请进。不是，这家里也没水果呀。家里没水果，你不会去买啊？你哎，我就买啊。不是，你别管，不让你买个水果，你怎么这么磨叽？你赶紧去就行了，你怎么回事？等我会儿哈，等我会儿。你这家庭地位可以啊！哎呦，我这一直都这样，我这家收着呢。好，那水果。哎，你这苹果带皮啊，你葡萄也带皮，怎么吃啊？你赶紧吃别去，快！不是，快点，妈，你说不听你。不是你这个，哎，不是，你这房子的桌子太矮了，我朋友腰都快折了，你给他上办法。我想什么想我？哎呀，拜托，你屋用你那个吧。你们就用这个吧，我前两天刚买的乐哥是这样的。啊，这我跟你说，这桌子老好了，可以随意调节高度。最适合你们这种爱打游戏的中年人。哎，你是这靠背特别舒服啊！你坐去，怎么样？哇，确实啊，是吧？你去把我们那个电脑给我拿过来，我们在这儿玩。怎么说了？啊，怎么了？你给我出来！他就管不了他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我让你去办个电脑，哎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多废话呀？我这很给你面子啊！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看，你不是马上就走了，你就去帮我办。外面是咋了呀？哎，没事没事的，这哎没事。上班好了吗？我用他这个健身椅，什么过练腿吗？哦，10块钱呢？好嘞。那个一会儿我朋友过来，你就夸他长得漂亮，然后把这个给他。免费的。啊，你就直接给他就行。好嘞。哎，腿很长，买两根。车都到了，我走吧。哎，美女，哎，就你了，买两根。你有钱，来。请我？看你个漂亮的姐，请你。你有钱，来姐，请你。这漂亮。谢谢。大姐挺实话。小时候我妈就老问我。
长得好看能当饭吃吗？这不当饭吃、啊、这是你扣脸吃饭啊。到了，再复述一下。嗯，师傅，你看我长得怎么样？啊？你看我这个面上，你就可以给我们便宜点呗。不便宜都不便宜，打不人呢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吃饭吧。这不都傻了都？不能吧？不给我便宜啊！就找个肚儿，那你要没这肚儿的话哈，就我这张脸，这个饭也够就能省200。我天，你行了吧你？那给你用这个，走。这啥呀？这是伏尔加清洁膜呀。你先回去吧啊，我去上厕所。走吧。走走走走走。嗯。真不付钱，待会儿不能把我们抓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咱这颜值，放心，能行吗？我还真行啊！我这不骗你们是吧？刚才有瓶可乐没开，退您3块。不是，哦，我们不是没付钱。对呀、啊，这怎么还值多少钱呢？这位小姐付过了已经。啊，付过了。王美丽，你一句话试探哥跟闺蜜发展到哪一步了？看什么谢你啊？就是昨天我跟王美丽去美容院点痣嘛，被人坑了，都花好几百块钱呢。你还能被人坑了？你那么精你？哎哥，嗯，你就说王美丽身上有几颗痣啊？他们一、二、三，好像。你问我干什么？我哪知道？我就是昨天晚上一天晚上没在家住，你俩干啥了？啥也没干啊，你在家。哎呦，你这他亲的？不是我这，你这。刮胡刀扯的，你快一边玩去！吓我一跳啊！哦，行行行，哎，你发现没有？我哥最近是越来越讲究了，天天大胡子拉碴的。还不疼你破剃须刀刮不干净？哎，你说他这胡子得多扎人呢？挺扎人的。咋了？你还不让人说呀？就你那个破剃须刀，你早该扔了。我一换这个德国大牌的，以后你用这个波浪小猎豹。我哥这人就是毛病多啊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他小时候睡觉还磨牙呢。他现在是不是还磨牙吗？就跟装修队一样。当我把哥给王美丽的礼物偷换了，一把年纪了，穿什么裙子呀？穿这个。你哥给你爸买的？是送给你的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领情呢？你。给我的，你看我像你爹不？你给我滚！你，女人过了20岁就不能穿的再像个孩子了。口味也是太重了、啊。你不懂，他就喜欢这样的成熟女性，你知道吧？不行，太丑了。哎呀，你先出去，我捯饬捯饬。你把那裙子送给他，给他了没？给他了。这是。你这身。我混搭红了，现在流行了。你随便搭配了一下，哦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挺好笑的，我感觉什么东西？哎呦，怎么了？哎，人是为了给你回礼特意打扮的，你懂什么你？这是我在时光 APP 中特意给你挑的。我不行。哎呀，这是你凝全新的预设身高篮球鞋。哇，是了吗？这也。哎，那我送你的，你喜欢吗？喜欢是喜欢，我就回家跟我爸撞衫。跟你爸，不是，你爸挺前卫呀、啊，也喜欢穿裙子、啊。也喜欢裙子，你不是送我的是？我怎么可能送你这身？我。你听我说，人家穿拍这个都有流量，都快都火了，不是？再说，你看你穿这多少？哥哥与闺蜜的偷摸一场，你俩干嘛去？我们俩就是散个步。你俩当我傻呀？哎，我们俩就是有点撑着啥的，想出去散个步。怎么这个呢？就是、那我跟你俩一起去。天是挺晚了哈。哎呦，是。这改天吧哈。算了。算了干嘛呢？啊！不是你俩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？这还好没出啥事儿，没出啥大事儿。你早说呀！你俩去啥酒吧呀？他们自己在家调不就行了？
自己调。哎，你能调我跟你姓？是啥呀？这长岛冰茶套装，里面四大基酒一套备全，在家就能调出一杯长岛冰茶鸡尾酒。哎，这要太贵，我可买不起。哎呀，不贵，现在点淘和百家乐一起做活动，直播间下单就能领35元优惠券，预售还能额外加赠，赶紧点击左下角链接，抓紧冲吧！跟我在这喝了一个味儿，是吧？就是，这以后在家喝就行了，其实。对吧？我再整点下酒菜，哎，是不是？有菜的，这是干啥呀？就是在家多好。我整点啊，我整点。哎，你俩想不想吃？我没有带你进门，我上就行，放心了，安全。你问那么菜吗？